在手机游戏 City Gridlock 里，你将成为一名城市交通规划师，来到一个又一个交通乱象频传的小镇，运用当地有限的经费架设交通号志，改善当地的交通。起初，我们只要在十字路口放置红绿灯，接着适当的调整灯号，就能够让当地的交通一路大顺畅。随着关卡的深入，我们将需要考虑当地车子的流量、速度以及动线，来放置不同的号志，像是禁止进入、禁止左转等号志来引导车流。要小心，不能滥用号志，因为错误的引导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交通堵塞，可别随意放置劳民伤财，造成大混乱啊！